习字。发、眉、耳、眼、鼻、嘴、唇、口、牙、舌。大家好，今天呀，我要向你们介绍一位神秘嘉宾，他就是我心爱的芭比娃娃，是去年姐姐送给我的生日礼物。你们看，她是不是很漂亮呢？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一讲她的外貌特征吧。她的头发是金黄色的，发，头发，理发，短发。妈妈带我去剪了个短发。细细的眉毛像一弯月牙。眉，眉。眉，眉毛，皱眉，眉目。奶奶说我的眉毛又黑又浓。眼睛是深蓝色的，像海水的颜色。眼，眼，眼，眼睛，眼神，眼光。姐姐有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。把她的头发扎起来，你会发现她的耳朵上打了一颗小耳钉，好精致呀。耳，耳，耳，耳朵，耳根，耳际。大象长着一对大耳朵。它的鼻子长得小巧，让人忍不住想捏一下。鼻，鼻，鼻，鼻子，鼻头，鼻孔。我的鼻子上长了个小红点。嘴唇粉嘟嘟，好像在生谁的气呢，可爱极了。嘴，嘴，嘴，嘴巴，嘴唇，嘴角。我的嘴角在冬天容易裂口。唇，
唇。唇。嘴唇。上唇。唇膏。小丽的嘴唇红嘟嘟的。她还有一个神奇的本领呢，那就是能开口说话。口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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头。路口。缺口。爸爸每次总在路口等我放学。小朋友，很高兴认识你。在他张嘴的时候，你能看见他洁白的牙齿和红色的舌头，好逼真呀。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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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齿。牙签。刷牙。每天早上起来，我都会刷牙。蛇。蛇。蛇。舌头。口舌。舌尖。爸爸吃饭时不小心咬到了舌头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我的芭比娃娃介绍完了，你们想跟他交朋友吗？